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子柱。怪怪的。今天我们要来拍 NBA 的最新单元，舞蹈教学。怪怪的。好，那我们一开始就摆好我们的 pose。OK， 七八一的时候呢，把身体拉起来，然后往后去踩。一、二、三的时候去压一个怪怪的，压两下，之后往前拉，再怪怪的压两下，之后往后收。第一个上，第二个下，所以这边有一个怪怪的，然后之后把你的手推出去，放到头上，怪怪的，之后又一声嘣一声，然后打嘣，把身体收起来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同时收脚的时候，重心一样留在我的左脚上，把我的右脚伸出去，脚跟，左脚跟上，换边，脚跟，左脚跟上，换边，脚跟，左脚跟上，再换边，脚跟，所以最后一下停在这，然后我的手呢？反着走，好，所以这个动作就会变成踩 N 踩 N 踩 N 踩 ，OK， 所以我们从前面顺过来，七八一二，怪怪的，不踩，怪怪的，之后收下之后踢两下，踢。同时呢，我的手做一个拉开，然后推出去两下，换脚，推出去两下，换脚，这次踩，拉起来，好，所以后面就会变成踢踩起来，好，所以我们从头再连续做过来一次，六七八一二，怪怪的，嘣。怪怪的，之后摆一个 pose， 嘣，停好，等下一个怪怪的时候呢，摆一个 pose， 右脚往后踩，怪怪的，收回来，再一个 pose， 怪怪的，收回来之后右脚往前，怪怪的，再踩一次，怪怪的出去，同时左脚一踩的同时推往后面推，然后做一个踩到旁边。踩，那我的手呢是推压一下，推压一下，然后换位，随便 pose， 所以这段就会从 pose， 怪怪的，推，怪怪的 pose， 六七八，好，那我们进入第二段。第二段呢，我们从一开始，对，走六七八一的时候呢，用力压一下我的胸口，然后我的头往旁边倒一下，右脚压过来放到后面去，所以一二 N 的时候呢，指出去，所以右脚同时二 N 三的时候把我的左肩拉出去，三四的同时呢，把我的右手顺着我的左手拉下来，然后我的头跟着一起看过去。M5 的时候手做一个转卡，所以是 M5， 然后我的脚呢会做一个换脚 N5， 六的时候压下来压，再换过去七，七拍八 N1， 好，这个比较复杂一点，会有一个七踩出去，八的时候呢拍一下我的后脚 N。一，好，往前倾斜，好，这边我们再一次哦，所以从第二段的开头来，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M、三、四、M、五、六、七、M、八、M、一，继续往后，二的时候呢，压，所以把我的重心往前，之后右脚踩出去，手用力往下压，二、三，跳回来。四的时候呢，把你的后脚放到后面去，然后身体跟着转过来。好，同时呢，所以二、三，同时我的手就做搓，所以四、五，这个 and 六，这边会做一个右左 and 六的时候做一个右左 and 六。七的同时呢，正面看起来，把我的肩膀往右边肩打，要往左边打，所以同时往后面走。七八一的时候收起来，
好，再一次，我们这段再一次，所以会从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，好，二的时候才去，所以我们这边二、二、三的时候呢，背后。把你的左脚踩出去，然后踩到的同时呢，把身体转回另一边，收起来。所以这边看起来会是踩，颠，收起来，然后同时重心放到左边，右脚翘起来，咔，再放到右边，咔，之后呢做一个往下，所以这边会有一个咔咔，之后身体的重心压去，右脚抬起来，咔，然后踩 ，OK， 这个时候咔，然后踩，同时出我的右手。然后这边我的左手，所以这边会有个踏，咚咚，收回来，一踩到，嘣，收回来，压两下，嘣嘣，好，这边比较重要一点，再次哦，所以从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，咔咔下，咚咚咚咚，好，继续哦，咚咚完之后，开手，手呢轻松的拉开就好。拉开，收起来，交叉两下，随便画，这是一个态度，随便你摆。踩出去，收回来，这边看起来就是开，收，踩，收，往后，手拉起来，然后沿着你的胸口下，下，所以，然后我们同时呢，右脚先走，动，动，然后我的脚会做一个 and 开 ，and 开 ，and 开 ，and 开，所以连在一起，下。下之后呢，右脚踩，顺着我右边的手把它往前推，推出去，顺过去之后换到左手，推出去，之后最后一下呢，拉到我的嘴巴上面，往左边压一下，压一下 ，OK， 好，这边没事了，所以我们从这里拉，收，开，收 and 下，下，推，推，撞。好，撞到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个弹的感觉，往你的右边去弹，所以左边撞一下，右边弹走。好，那我们接着第二段连撞一次，所以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。二三，啪啪，蹦啪蹦蹦蹦，三四，哒哒，五六七八一，好，弹完之后呢，接着就会马上介绍我们第三段啊，所以我们从第二段的结尾动作，对，八一一转完之后呢，把身体绕一个弧形，一绕一个弧形之后停在中间，咔，把我的右手举起来。停住，然后之后再马上往旁边推推，然后同时再举我的左手往我的右脚砍，砍完之后绕一圈换边，砍之后做一个踢，然后跳过去收手，好，然后马上再接我的身体压往这边绕一个弧形，压二走，然后接下来做一个打打，然后同时呢我的右脚先压下来打踩到打。好，所以这边的音乐听起来呢，就会是七八 do the right， no， OK， 这边会是七八 boom do the right ding do ding right boom boom do the right ding do ding right， 接着呢，马上去做一个换位，随便走。好，停住你的，走走，看，把身体完面向你的左边45度，然后往前推出去。下一拍呢，我们的头先往后倒，之后把身体往内推，头回正，所以看起来会是一个倒头回正，头是倒头回正，身体是倒头推进去，所以看起来就会是推倒头进去。然后同时呢，去做一个右手穿我的左手。然后身体一起往前，往前，右手就会在外面，然后敲三下，敲，敲，敲，之后右手收起来，往后撞，撞，
同时往左边踩，再撞一下，所以这边看到的是敲敲敲，撞撞，之后往前面走 ，free 走，走二三四，右手挥挥换左手挥，最后做一个 ending pose and ending。好，后端的音乐呢，我们一样的对法，所以会有一个七八 do the right thing。Do the right boom boom. Do the right thing. Do the right and boom. 刚刚就是我们完整的舞蹈教学影片，欢迎大家学完之后上传给我们。如果想要看到更多我精彩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 TBD 的频道哦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，拜拜。团队在左右，他们都叫我柯南，没有错，问题就算多。团队在左右，do the right